最后啊，我在这里也特别想对同学们说，今年参加高考的你们啊，其实不光是你们了，也包括我们，也包括广大的家长和全社会所有关心你们的人啊，我们共同咱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啊，经历了这两年的疫情的反复的影响，有的同学呢今年还要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独立在分管控的考点完成考试，这是你们的学业大考，更是人生的大考，希望你们呢皆能不负努力，不负时光，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可以勇往直前，希望你们心中有理想，笔端有力量，在考卷上写出知识积累，也写出情怀和梦想，祝福你们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谢谢。